没有地方停车啊，我看了呗，转一圈呗，转一圈就走了呗。就在里面转一圈，怎么走？开车转一圈。对，就跟着导导转。就是不会 traffic 转一圈。不知道。哦，有道理，真是。 那个应该是一个人干的，搞的吧？已经想，怎么搞？走呗，走了，没这家伙看，不走干嘛？不是的，那边没有地方停车，也没有什么家伙看。 他这个楼子好像是一块砌的嘛，在这个地方我看到的，就是这里啦，啊，就是国会山，刚才就是这里啊，刚才来的就是这里啊，行，没有，是后面，没有走过来还，但是在他那边在装修，没有，没关系，下次再来不？下次再来，明年再来，对，明年这个时候可以来，明年这个时候再来吃同一家。 再来看郁金香，希望下次就不下雨了。好，这个 Little Victory， 他说的是这家，但是还好没来这家，不好找，不好找车位。我现在不好找。哈哈哈哈哈。真好。 你们呢？你们要不要一起照一下？怎么办？给你们上一下，怎么办？喂，谁？那个妹子。干嘛？干嘛？来来，那个。哦，你。 They're not leaving. No. Impulse. 我们楼啊，后边还是车吗？待会儿就进去 pay parking. 那就去那里喽。
这个也可以进去。这个 no entry， 刚刚的 entry 在那里了，这里。